医师开了药，我去查那个就是有银杏成分，我去查那个英文的哈，正好去查那个字，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也没有跟我说是什么，然后我去查，那个颜色看起来也是跟那个银杏那种颜色差不多，它是有银杏成分。我妈妈拒吃，她说我都不是去笑的。其实她自己等于我们那样子的谈话或者什么，她有感觉她是这里出问题的，就这意思，她不知道那是什么，而她认为她被当成脑袋出问题的人对待，然后她是排斥的。当下可能那个时候的无知没有办法让我说对他再多一些体贴，所以我觉得 当你认知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自己再多做一些功课，让他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真的陪伴他的他心里的那个感觉。因为虽然他是很坚强，也很要面子，那我不知道他真的在这个方面听到他自己是被诊断真的就是老年痴呆的时候，当然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也有跟人家大家同学之间互相说我们都是老年痴呆了，可是当他被诊断是这个病症的时候，那个跟当你听到癌症的时候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吧。失智症的病友呢，在发现自己功能改变的时候，常常会有否认的反应，甚至呢，对家属呢会有抵抗，还有情绪，很多情绪的行为。那尤其是轻度失智的患者，那其实一个人呢，在面对自己功能的退化，会感到焦虑、挫折，这都是很自然的。如果说医师告知您是失智症的时候，通常我们心里面都会很慌，那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是你应该这个把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包括你的慌张啦，或是你的担心啦，跟家里的人或朋友，或者说是一些医院或是失智症协会的专业人员做讨论。然后呢，对自己来讲，本身要保持一个活跃的心情，继续参加你的活动啦，或学习课程，然后呢，在你的生活里面，还是要让自己能够多运动，保持适当的营养，啊，一起来慢慢的面对这个疾病。现在就剩我这个女儿嘛，哈，然后我请她去办一些那个我们社会福利，譬如说中低收入户啊什么的，那到区公所嘛，那对她来说其实那个以前是 OK 的，然后她发觉说她不会走回家，好，然后再者你跟她在电话里沟通一步两步，第一步骤第二步骤她都懂哦，可是她到了那她什么都不会，变成是说我只好再打电话去区公所，要拜托区公所的人员要怎么来处理这个东西。对，我们俩到最后是在电话里头抱着电话，两个母女两个对哭，他觉得为什么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说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你还听不懂，你还不会。还有一次我觉得我会很紧张的是，我们那一天刚好是这边是泡水，是泡干贝，那这个是油炸过的油，他就想要把那个就是干贝，我们要炒菜的时候要把它捞干净，捞起来捞干净，还有一些碎丝嘛，结果他把手放到油里头去，把我给吓死了。你知道我的情绪直接反应是你赶快走开，然后我不是用我心疼，可是我用的是一种发脾气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问题，对，自己会很后悔，你知道，可是又很害怕，对，又很紧张又很害怕，那个心情，我们这种心情其实吓都吓死了，叫他走开走开，你赶快走开，你不要在这弄了，你走，其实他也很挫折啊，
然后他只是说，我就拿冰块给他冰敷，他说还好那个油已经冷掉了，所以他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检讨我自己的那个情绪，我们是那种是情绪起伏太大了。失智患者在功能退化的过程，家属会面对许多的挑战。那当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家属要记得，他是因为生病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些的问题。那他不是故意在跟你找麻烦的。而当紧急状况出来的时候呢，家属很需要冷静去处理，而其他家人的协助跟帮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面对患者的一个功能退化，其实家属很重要是要去顾虑到他的尊严跟他的面子，尽量多鼓励他，多赞美他，他会表现得更好。好，好，拜拜，拜拜啊，谢谢。以前家人还不知道我生病，常和我有摩擦，他们以为我是故意的。后来家人慢慢接纳我真的生病了，也更加包容和支持，让我有面对自己的勇气。但是在外面，我还是常常挨受异样的眼光。每当我重复问问题时，别人总以不耐的口气说，你已经说过了耶，你要问几遍呀。这些回应让我很受伤。之后在外面我不敢说话了。你怎么又来了？哎，你刚刚就拖过两次了啦。我好希望失智患者的家人或朋友听到患者重复同样的话时能包容倾听，只要说知道了就好了。病友其实也很无奈，他们也不愿意成为家人的负担，那其实他们最需要的呢，就是一份尊重，这样才不会让家人把他的爱变成他们的挫折。有时候呢，稍微再停一下，等他们说说看，也许会发现更好的协助他们的方式。就像我们在睿智学堂的学员，在这样有爱、安全接纳的环境下，能够发挥他们最好的功能，这是最好的例子。